来自云南、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区的17支苗族代表队将在这个剧场同台竞秀，为我们展现出苗族服饰仪式的无限魅力。不同的苗族服饰象征着不同的地区的生活。苗族有很多的风姿，都说啊，苗族十八，有长裙苗、短裙苗、红苗、青苗、白苗、花苗等等。他们虽然都是苗族，但是在生活习俗上有很多的不同。苗族服饰是中华服饰中最为华丽的服饰，既是中华服饰的一朵奇葩，也是历史文化的瑰宝。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很多穿着苗服的姑娘们，她们的服饰以夺目的色彩、繁复的装饰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著称于世。苗族服饰传承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苗族人特别喜欢银饰，姑娘们把漂亮的银饰戴在头上、放在身上。银饰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的意义，在与我们苗族的服饰融合，向我们展现出一个瑰丽多姿的精彩世界。我们的活动，今晚的晚会马上就要开始，让我们敬请期待今天非常精彩的演出。高歌走进新时代，东风劲吹红旗展，扬帆起航新征程。玉路长通石骏马，快马加鞭争朝夕。喜事连台歌盛世，民族团结谱新篇。今天的百苗服装秀大赛是一顿原生态的文化大餐，让我们以赤诚之心向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献礼。百苗服装秀大赛是一席民族文化的盛宴，我们以民族之情向各民族兄弟姐妹说上一句孟皇欢迎你们。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世界正在观看我们的多姿舞影。民族即是世界的，世界在倾听我们千百般的歌声。华夏民族是自信的民族，智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凤凰是天下的凤凰，美丽的凤凰，腾飞的凤凰。中国凤凰第六届苗族银饰服饰节之百苗服装秀大赛现在开始。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担任此次评分工作的各位评委老师。一号评委，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理论作曲家协会理事，吉首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任九龄。欢迎。二号评委，剧作家、民族文化艺术学者张顺新。欢迎。三号评委，中国音乐舞蹈家协会会员，湖南省音乐家协会凤凰县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屈婉莹。欢迎。四号评委，中国舞美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青年美术设计师田茂茂。五号评委，湖南省舞蹈家协会会员，凤凰县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雁门舞蹈学校艺术总监张艳玲。欢迎您。六号评委，凤凰县马祖民族服饰创始人、民族服饰文化艺术总监、设计师薛丹丽。欢迎。七号评委，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舞蹈家协会理事，湘西州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杨振平。欢迎。接下来介绍我们本次比赛的评分标准：一、此次比赛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二、评分采用十分制，七位评委将计量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五位评委的平均分值；三、具有创意心、构思心思的银饰服饰风格鲜明的作品将适当加分；四、
传统与现代一起风格兼具的作品也将适当给予加分。那么首先请我们全场的朋友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贵州省张丰县表演队登场表演。他们演出的节目是我在贵州等你。同时我请几首戏做好准备。
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请我们在座的七位评委来给我们贵州针锋线的表演队打分。有请一号评委，一号评委给的分数是9.87分。二号评委9.77分，87分，哦，不好意思。二号评委9.87分。三号评委9.84分。四号评委9.85分。五号评委9.84分。六号评委9.86分。七号评委9.88分，保分完毕。第六届中国敦煌苗族彝族服饰文化节旗手是代表队，是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组建了一支民族文化表演队，旨在弘扬苗族地区民族民间优秀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在他们的节目当中，一条条精美的花带编织出了苗家少女的一个个梦想和追求，一双双绣花鞋踏在田间地头，释放出泥土的芳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旗手是代表队的表演苗族跳香舞，同时也有请新闻线做好演出准备。
谢谢我们新手代表队的精彩表演。在这里要公布一下第一个节目针锋线，我在贵州等你的最后得分是9.858分，祝贺他们。好，接下来我们请各位评委为刚才几首是代表队的表演打分。一号评委9.78分，二号评委9.81分，三号评委9.75分，四号评委9.78分，五号评委9.76分，六号评委9.79分，七号评委9.74分，报分完毕。西门县历史悠久，旅游资源非常的独特，苗族风情也非常浓郁。苗族的花山节、大坝高桩分别被列为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的，他们的苗庄呢，主要借助的色彩和不规则的几何纹样搭配，形成了多视角的图案，从而达到近看成岭侧成峰的立体和平面统一的视觉效果。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四川新闻县为我们带来的表演《吼刚》。同时也有请云南威信县做好演出的准备。
三省之称，1935
清洗过程中，在保留特定苗族服饰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男子服饰质量简单，呈现基本区域一致；妇女服饰则丰富多彩，富丽华贵，五彩斑斓，鲜艳夺目。值得一提的是苗族的白褶裙，相传在先秦时期，楚国苗族就有了自己的象形文字。那时苗族以蜡织为墨，将自己的居住地、游历领地、重要事物和事迹等用象形符号记在图卷上，作为本族的地理文书。战国末年，秦分六国，苗族战乱不可深信，这种记录方式也难逃过。墓保存记的重要历史性，在逃难之前，聪明的苗族先祖集中生智，将记有重要事物和史记文字的地卷着重遗存，存在身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当今苗族的白褶裙。微信苗族妇女服饰以其独特的形式，备受学术研究专家的青睐，在国内外博物馆都有收藏和展览。Thank you.
Thank you.
谢我们的三岁县在我们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带去了这么原生态的民生舞。好，谢谢他们的表演。好，在这里要公布一下微信太阳花的结果得分是9.82分。好，接下来我们请评委为三岁县的表演打分。一号评委9.75分。二号评委9.74分。三号评委9.72分。四号评委9.73分。五号评委9.72分。六号评委9.70分。七号评委9.72分，报分完毕。剑河县是一个充满神奇、无苦而又美丽的少数民族县，素有“十里不同天，五里不同福”之称。这里有被堪称世界一绝的袖中绝技和穿在身上的独自史书的苗族西绣服饰。同时，剑河还有被人们称为“红色娘子军”的苗族铜绣。那么，剑河的苗族服饰呢，也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鲜明的民族风格。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贵州剑河县的美丽剑河。同时，请搜淘苗族自治县的节目做好准备。
Thank you.
饰也会如此的华丽，如此的高大上。是的，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我想每个表演队呢，今天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没错，在这里公布一下剑河美丽剑河的最后得分是9.896分。好，祝贺他们。接下来我们请评委为刚才松桃县的表演打分。一号评委9.91分。二号评委9.93分。三号评委9.92分。四号评委9.93分。五号评委9.93分。六号评委9.95分。七号评委9.93分，爆灯完毕。花园县群星艺术团是由县文化馆组织成立，团体成立于2011年，共有群星合唱团、模特队、舞蹈队三支队伍。那么此次来到我们本届银饰节的，正是群星模特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花园县群星艺术团为我们带来的苗乡赶歌。同时也有请凤凰县的节目做好演出准备。
年代表队为我们带来的一曲苗疆赶歌。在这里公布一下松袍锦绣苗乡的最后得分是9.928分。好，现在我们请评委为花园县的表演队打分。一号评委9.83分。二号评委9.86分。三号评委9.86分。四号评委9.87分。五号评委9.86分。六号评委9.88分。七号评委9.85分。报分完毕。苗歌声声脆，银饰五彩霞，一群美丽而天真的苗族姑娘从云中冉冉飘来。醉人的歌声，激情的鼓点，荧光闪耀着迷人的光彩。他们幸福，他们美丽，他们是大自然的精灵，他们是苗族人民永远飞翔的凤凰。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凤凰代表队带来的舞蹈寿宴。同时请贵州眉山县代表队做好准备。
谢谢凤凰的阿妹们。在这里公布一下花园代表队遥相赶歌的最后得分是9:86。好，现在我们请评委为凤凰队的表演寿宴打分。一号评委9:90。二号评委9:93。三号评委9:92。四号评委9:91。五号评委9:92。六号评委9:95。七号评委9:90，报分完毕。高山流水形成了眉山县多彩的九人画之一，以四到五的年轻女子，前面几人举碗，后面一人执盛酒的酒桶，然后从第一碗接到客人之口，依次升高，从酒海的嘴口中把酒慢慢的倒出，依次把酒以高到低顺碗而下，进入客人口中，依客人的酒量适可而止。因雷东川山高水多，流瀑皆是，汇成了清水江和都柳江两江源头。高山流水进酒法由此产生，意在这位客人福如雷东山，寿比两江长。下面请欣赏贵州眉山县的高山流水。我请贵州黄平县代表队做好准备。
好，谢谢我们灵山县的表演《高山流水》。相信呢，通过他们的演技，大家也一定感受到了灵山县这样深厚的酒文化。是的，在这里要公布一下凤凰寿宴的最后得分是9:914。好，现在我们请评委为灵山县的表演打分。一号评委9:89。二号评委9:89。三号评委9:90。四号评委9:91。五号评委9:90。六号评委9:92。七号评委9:91，报分完毕。黄平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大县，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黄平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的，黄平以苗族古歌、苗族仪式、苗族仪哨和苗族服饰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黄平各民族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的体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贵州黄平县为我们带来的云上飞歌，同时也有请融水县做好演出准备。
好，谢谢我们的龙水县。广西真的是一个山美水美歌特美的地方，希望大家有机会呢也去我们的龙水去赶一下波会啊。而且每一个地区的苗族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情和习俗。好，有机会我们一定做客。在这里要公布一下黄旗云上飞歌的最后得分是9.872分。好，现在请评委为龙水县的打分。一号评委9.93分。二号评委9.93分。三号评委9.94分。四号评委9.92分。五号评委9.93分。六号评委9.91分。七号评委9.92分，报分完毕。多彩贵州，绚丽黔南，黔南苗族聚集东中西三大苗族方言荟萃，凝结数十个苗族小支系华彩，构成瑰丽的中华文化精髓之一。黔南苗族服饰仪式千姿百态，五彩缤纷，便装简洁朴素，盛装华贵艳丽，世传不变的花纹图案蕴含着苗族久远历史的沉淀，处处镌刻着苗族对古老的家园迁徙的烙印和对先祖的缅怀，也凸显了贵州苗族人民对美的向往和追求。多云代表队将为您带来一场黔南苗族服饰仪式的盛宴，一起来欣赏黔南谜语。同时请怀化晋州表演队做好准备。
Thank you.
在晋州除了有好吃的杨梅，还有那么漂亮的花苗。这就要公布一下多云贤男女女的最后得分是9.934分。好，接下来我们请评委为晋州队的表演打分。一号评委9.89分，二号评委9.90分，三号评委9.92分，四号评委9.91分，五号评委9.92分，六号评委，好，稍等一下，六号评委9.90分，七号评委9.88分，报分完毕。榕江是苗族侗族的祖源地，是甜美的瓜果之乡。这片神奇迷人的土地，遗存着苗王庙、萨马节、都柳江、苗族古藏节等文化瑰宝。那接下来，请欣赏榕江苗族服饰表演。古苗遗风，遗秀美韵。同时，我们请贵州台江表演队做好准备。
节祭祀盛典。美丽的苗王后智慧聪明，服饰华丽多美，细致的梳妆打扮展现了苗族妇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轮美奂。
他在苗族服饰雍容华贵，色彩艳丽，图案辨识，夸张而又生动精美。有苗族图腾的吉祥物龙凤牛等，细腻精致，栩栩如生。他们的服饰保留了古代军人战袍和铠甲的形式和风格，让人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中央生产美丽神奇的土地，富饶土壤。
的苗族服饰的走秀，让我们看到还有这么多的苗族服装，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是的，也真的要特别感谢每一个表演队为我们这次苗族仪式服饰文化节所做的精心的准备。是的，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在这里公布一下晋中花苗泥上的最后得分是9.904分。好，接下来我们请评委来打分。1号评委9.92分。2号评委9.92分。3号评委9.91分。4号评委9.93分。5号评委9.92分。6号评委9.94分。7号评委9.90分。报分完毕。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表演的是贵州台江队。台江县文艺表演队成立于2005年，十多次出访过亚欧美等部分国家的演出，被国际友人美好赞扬，被誉为东方迪斯科队，多次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且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那么接下来请欣赏贵州台江带来的盛装彩鼓舞。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调香队。他们在这里呢要公布一下榕江古苗遗风银秀美的最后得分是9.92分。好，我们现在来请评委亮分。一号评委9.92分，二号评委9.91分，三号评委9.90分，四号评委9.93分，五号评委9.92分，六号评委9.93分，七号评委9.92分，报分完毕。好，谢谢，谢谢我们的七位评委老师。那随着我们台江县的最后一组苗族服饰的展示，那么也为我们今天百苗服饰大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么在这里呢，受组委会的委托，有一个通知要公布一下。那么请每一组参赛队，请每一个参赛队的领队注意一下，请每个参赛队在明天上午9点派出12名演员来到我们的边城森林剧场进行30号颁奖晚会尾声的排练。通知再播送一次，有请每一个表演队，请你们明天上午9点派12名演员来到边城森林剧场进行30号晚上颁奖晚会尾声的排练。我是银花，海群引领五天仙，民族喜庆大团圆。海角天涯不算远，飞机高纸一瞬间，雪浓雨水心相连。扶贫攻坚决胜期，撸起袖子加油干，美好生活年复年。相逢何必曾相识，走到一起就是缘，山长水远常思念。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百苗服装秀大赛到此结束，要特别感谢马鲁服饰为我们独家提供的主持人服装，要特别感谢华州婚纱为我们提供的化妆设计。在这里要公布一下最后一个表演队台江盛装彩舞舞的最后得分是9.92分。那么同时我也真诚地邀请我们在场留下来的演员，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共同合影好吗？一次难得的相聚，我们把这难忘的一瞬间永远的定格在我们的第3届的民事苗族服饰百人苗族服饰的大赛当中。来，我们真诚的邀请在座所有的演员们穿着你们的盛装来到我们的舞台，也真诚邀请我们的7位评委老师和我们所有的演员共同合影留念。来，有请。来，我们台江留在我们晚会现场的每一个代表队。好，我们的七位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我们今天晚会在我们16支代表队的表演中慢慢接近了尾声，今天表演真的是精彩绝伦。苗家姑娘阿哥们用自己独有的歌声舞蹈向我们展示出苗族影视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明天晚上我们还会有持续精彩的颁奖典礼和闭幕式，锁定微湘西直播，明天晚上我们不见不散。Thank you.